粉的一个飞机，谢谢谢谢。行了，兄弟们，差八十个送礼人数，八十个，啊，差八十个送礼人数，还有，我操，谢谢拉特利，谢谢收西地，还有五十架飞机。哎，是五十架吗？这么多吗？全军出击！行，大家有大气都送点大气，我们只差点大气，零点一鱼刺的就可以了。每个人送一下，我们差点送礼人数。然后飞机抽奖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试试运气。另外今天也是双倍亲密度。喂，捡捡捡捡捡，平雷平雷，捡捡捡，呀呀呀呀呀！走位，捡。捡捡捡，哎呦，没 A 出来。我还不能放弃，现在不能，永远不能。哎，我反正这玩意儿疾跑也没啥用啊，这线上用疾跑。还是点盐好用一点，感觉主要是团战。也打不过了。哎呀，谢谢大鼻子露珠的飞机，差了点攻击力了。乖了乖了乖了，谢谢大鼻子露珠的两个飞机。各奔两个时间。第一集。第二就是七集左右。我的每个脚印都应该留下意义。终于，我将可以体验这世间的一切。这好像不是很好办了呀。这样吧，这把可以先出点右装。悬崖外面那些就是山吗？我一
直都很想靠近点看看。铁四鞭，你的打法欠可虑，没完了是吧？我还以为这就结束了，没杀过人是吧？真心希望我的主人幸福，无论他身在何方。打游戏不好了，老在这装逼，也不知道装些什么东西。他怎么有R3呢？我操了！有点装逼了。闪现300秒，5分钟，14分钟。一切挣扎都是值得的。队友不打回来了吗？挺好。为什么没出来呀？没人出来是什么原因呢？
这英雄打 rank 不能带疾跑，没用。螳螂来了就没办法，确实没啥用，点还得点盐，带疾跑对拼一点意义没有，打团战还行，带疾跑就是打比赛还行。打一下吃了个塔皮，哎，烦死了！我不上去，那塔皮就消失了，我也不能等别人，没咬。怪异，哎，可以。我还活着。这个地方真的唤醒了每个人心底的斗志，所以如果我没有使出全力，那就太不合适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呀，这别人补的，
的人生很轻松，但可以肯定，这就是他的迷人之处。哎，算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再打一波也行。防塔来，严死，可以。裙子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把剪刀，而现在他能剪的东西不一样了。我在等钱呢。哎哎，僵硬，这个地方造型的美，所以如果我没有使用小力，那就太不合适了。卡特应该没啥伤害。我会伏击代价。螳螂来了，没关系，一刻也不要浪费。我一身雾抗去惹卡特干嘛？他又打不死我，我跟他打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不打把大放了吗？我又没放大。我应该是血少啊，我捡捡捡捡捡捡捡，不会伤人，我保证。追，来。
哎，有点黄了，有点黄了，左边有螳螂啊。打得有点嗨了，你也没有手，没有眼儿啊。小龙吗？我还记得他为我做裙子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把剪刀，而现在他能剪的东西不一样。烦人，好好跟他玩一会儿，不跟他玩了。跑不掉了，中枪了，谁让人开了？这次胜利是我修炼的。
飞尸什么血？来。2000块，哎，没有2000块，1600块。又一个，我越来越厉害了，棒极了！快呀快呀！整个反甲吧，差件什么装备？反甲好像用不上，这玩意儿好像也没用，差点振奋，整点魔抗吧。鬼叔我不出了，我有反甲，整点魔抗吧。999了，不够用啊，这英雄有点脆。怎么的？谁开骑士了？刚才啊，是不懒会死自平场吗？没看见，这里边没显示啊。谢谢自平场，感谢自平场的骑士啊，是骑士吗？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要不要把它卖了？我先来个振奋，我先来个振奋吧。我这有那啥。最后换鬼叔也行，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。我 W 咋没开？没开 W， 哎呀！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丁啊，丁也没开，分心了。不过我这灵光娃娃确实玩的不太行。